我人民不惜喘，我知道。走，你看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师兄，今夜既然有缘相聚，咱们俩何不喝个痛快，再促膝长谈？今夜不行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迟到了。迟到？嗯。二蛋，起床了，二蛋，再不起床要迟到了，快起床！什么时候？后会有期。迟到了，你说你能有一天不迟到的吗？Oh shit！ 真受不了你。 简直乱得跟个猪窝似的，前两天刚帮你收拾过，又搞成这个样子啊！这个木夫座的流星雨每1400年才会出现一次，海洋公园是观看流星雨的最佳位置，最清楚感受一下这次流星雨，大家可要早点去占位置了。错过了这次，可又要等上1000多年了。先坐保佑，今天一定要成功啊！姐姐，你也祝福我一下吧。 好，你找对自己有信心就不用怕了。出门前记得把拉链拉好。哦哦。这个史可进传是我根据历史真人改编的，在唐代，他确实有史可进这个人，他是范阳王的二儿子。哎，史可进这个人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你知道吗？故事中最精彩的那篇，就是他在中秋灯会上。 他遭遇到刺客的刺杀，哼！相传当年有一位姓谢的年轻少侠，他救了史可进一命，从此以后，他们两个成为莫逆之交。哎，只可惜，后来那位姓谢的年轻少侠还有史可进，他们离奇失踪了。可是我觉得，他们两个的经历充满了神秘色彩，所以我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。师长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神什么秘？精神菜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，当然好看了。师长，我这可是精品中的精品呢、啊，我花了3年的呕心沥血之作。哎，师长，别忘了精品啊！帮我扣一下。啊！我不理你史可进是什么人，我的意思，你还是不明白。 重点在哪里？你要知道，知道吗？要么你就写叶问九，关于长七也可以，明白吗？我们只是把经典人物重组一下，经典的东西拿出来，大家哎，摆在网上下载也可以啊。什么搞一个网络游戏，那还更好。哎，这个李一菲，1000万本，知道吗？还有啊，这个1500万本，嘿嘿，来来来来，经典的在这里，知道吗？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 2700万本，你知道2700，那概念是怎么样的吗？啊，大门口在哪里知道吗 ？OK， 好好跟李一菲学学吧，你们还是同学呢。来。我刚刚出了第7本小说，出了2天，卖了700万本，明年我的版税就惨喽。哎呀，有我这个特级会计师在，你担心什么呀？那明天就找你啊。OK 啊，电话号码留给我，好，帮你搞定啊。喂，安琪来了。哎，安琪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哎呦，安大娃。对不起，来晚了。那么晚，很忙吗你？别提了，一个客户。 非要让我找一个有古典气质的人来拍广告，现在的偶像不是同性恋就是娘娘腔，干脆让我找个死人来拍吧。二蛋，你呢？近况如何啊？我呢，还是想当一名成功的小说家，虽然距离目标尚远，不过我会细心努力的。喂，我今天不是介绍了黄社长给你认识吗？
他跟我的创作理念不同，他要的都不是精品。哎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你要不呢就加些爱情题材，要不呢就穿越时空，再不呢穿越时空加爱情，拼在一起都可以啊。那一菲啊，老师说你那个什么十面包来着，我都看过了，题材真的肤浅，文笔真的一般。对啊，真的很肤浅啊，可他们喜欢嘛。现在的人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根本就不知道，你写那么好干嘛呢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好了，中秋节别说这么严肃的问题，来干杯。啊，干杯干杯干杯。穿越时空爱上屎面包，我屎你个头啊，那么容易穿越啊，那么容易穿越，每个人都穿越了，我也穿越了。两个古装人呢？老大，怎么这么快？走走，你把抢我的东西还给我。还回来。谁抢你东西啊？你还装醉？我都还没醉。老大，别跟他废话，反正就他一个人。抢他！抢！哎，干嘛？你们小杰啊，我叫了。叫！我真的叫了。老大，就一个抢包。你们真要抢我？就两块钱。放手啊你们！呀，你们！哇塞！你们这些强盗！玉佩，抢那个玉佩！等等，抢啊！什么都可以抢，这是我传家宝，绝对不可以抢。管你呢！撒手！我真的叫了。叫啊！我的玉佩！漂亮啊！抢啊！什么地方？沐城雪，沐城雪。你什么人呢？喝醉酒还在墙上写将进酒？嗯，将进酒，好名好名。哎呀，将进酒，君莫停啊！哎呀，好名好名啊！哎呀，各位兄弟如此好文采。高姓大名啊？啊，玉飞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说我呀，在嫁李太白？太什么白呀？你别老是吹牛，自己祖先是李白行不行啊？在下的确是李太白。别玩了，玉飞，告诉我怎样打的回市去？我打猫打狗打猪我都听过，打的是什么呀？老板。买个包子。哎，王兄买包子啊。兄弟啊，你刚才是从三楼跳下来的吗？对啊对啊，买包子吗？你不是哑呢？我哑呢？为什么哑？神经病。喂，王兄，下次喝酒我请客啊。哎，你看我干嘛？我也可以的。不过最近减肥了，体力不是很够。告诉我这什么地方？范阳王府大街。这是何时？天宝十年八月十五中秋节。就是他在中秋灯会上他遭遇到刺客的刺杀。为什么带我来这个时间呢？啊，对了，公子还没有请教你高姓大名啊。哦、oh, shit 啊 shit 啊 shit 啊，谢公子，谢公子。花灯会开始了。
喂，胖子，你打我一下，重一点。你怎么不打脸呢？重一点嘛。真的回头？嗯，这是事实。你让我一个这么理性的人，怎么可以相信这么荒谬的事实呢？什么事实啊？我是从1400年以后来到你们唐朝的一个未来人。我相信。你不觉得荒谬吗？非常荒谬。那你还信？哎呀，正所谓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行了行了，总之我没有骗你，我确确实实是从未来来的一个未来人。哦。哇，虽知唐朝流行风雨之美誉，但没想到要疯到这个地步啊！不美吗？你真的觉得美吗？很美啊！小姨，今天人多吗？是不是很热闹啊？对呀，郡主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人？有啊，有一个打扮十分古怪，而且非常丑的人。哎，胖子，为什么只有最后一辆马车的帘子是盖着的？哦。那个就是范王府家的郡主，哎呀，长得很丑的，长得很瘦，两边的脸都没有肉啊，嫁人都嫁不出去。每次出巡，他都不敢以真面目见人，一定要用帘子盖住的。哦，今天晚上会有刺客，刺杀石可敬。啊？谁说的？历史书上说的。哦，那历史书上有没有说那个刺客长什么样子？当然有了，那个刺客脸上就写着"我是刺客"四个大字，你自己慢慢找吧。哦，好。我靠，真想不到李白这么丑。哎呀，人那么多，怎么找啊？哎呀呀呀，石可进来了。他们就是史家三兄弟。这个是范阳王，他是石可贵，他是世子石可言，他就是二公子石可进。别刺了，胖子，你不用担心。历史书上写，有一位姓谢的年轻少侠会救史可敬一命。哦，哎，那你还不快准备一下？为什么？对，这里是范阳王府，不是姓史就是姓李，只有你一个人姓谢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姓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在巷子里，我问你高姓大名，你自己说，哦，谢，哦，谢。呀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救他？橡皮筋！好快的剑！师兄，我的遗愿就交付给你了。你严重了，看清楚吧。坏我好事！呀，救命！丑啊！你真的好美啊！这，嗯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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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你看这个，好玩啊！喂，不要笑，他裤裆也有一条啊！不许胡闹！何方妖物？不要杀我！你在干什么？又做噩梦了，梦到我了？
你干什么呀？这位公子，在下石可进，此乃本人三弟石可贵。石可进，我也是今天晚上才知道，我就是那位姓谢的年轻少侠。不过，在下一直不明白，何以公子会对本人的前半生了如指掌？这就是历史，我确实是从未来来的。那我真的会像故事里所说的那样，突然消失？这我不能肯定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你大哥石可言他确实要害你，那个刺客肯定是他派来的。就算是，我又能如何？谢公子，古人有云，宁可天下人负我，莫要我负天下人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对王兄做些什么。怎么古代人那么脑残呢？是。哇，去哪儿？奇怪了，明明和上次一模一样，为什么这次不行呢？难道有别的密码？你在玩什么？你怎么出来没声音的？像我这种从2000多年后回来的人，是会隐身术的。隐身术懂不懂啊？哔宝哔宝哔宝，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有啊，1、2、3！啊！哇，去哪儿？怎么还是不行？会不会是我的样子不够凶啊？应该不是。难道不能有预感？我知道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出其不意的追打我，无时无刻的暗算我，明白吗？这个我打。是不是这样啊？你很聪明啊，是这个样子。只不过，公子，你在玩什么游戏啊？你是救我那个美女？公子，你真的是从1000多年以后来的人吗？如果说是，你会相信吗？相信啊。你不觉得胡言乱语？觉得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是值得信任的人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1000多年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那里跟这里啊完全不一样。你在那边呢，绝对称得上是大美女，非常受欢迎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有机会我带你去瞧瞧，你就知道我没有骗你了。公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吗？正点。正点是什么？就是很正点的意思喽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在哄我的，不过我也很开心，因为你是第一个愿意哄我的人。哇，正点。对了，公子啊，这么晚你出来干嘛呀？啊，我晚上睡不着嘛，我想，哎，难得来到唐朝嘛，想随时去看看。你想出去玩啊？要么我带你去吧。好啊。我怕你会有点不习惯。你们唐朝的女孩子这么主动，我是有点不习惯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要去哪儿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没事吧？饭吃的不太好，清清肠胃而已。可是晚上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吃。古代人的直白也太讨厌了。你叫我郡主？不是我，是楼上。谢公子，我在这里呀，啊，难得碰上，上来喝一杯如何？青楼，青楼这种地方呢，我真的不常去的，而且不适合我，我们把街去吧。可是我想去啊！啊，求求你，带我去开开眼界吧。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上来玩吧，你。OK 了。什么 K？ 就是好的意思。真的好了吗？哎，你放心了，在我们那个时代呢，古装电视剧啊都是这么做的。那些女演员啊，粘个胡子，穿个男装，人家就认不出来了。那不信问他。哎，兄弟啊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不是男的，难道你是男的？神经病。C。哼。
其实这种地方我真的不是很想去啊，不过为了你，我就去一趟吧。大爷，好英俊呐！公主，你好白啊！你也不差呀，这样的皮肤。我也是。难道无论是在古代或是现代，都那么不受欢迎吗？美人卷珠帘，身坐蹙蛾眉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呀？哎，谢公子，你再这样坐下去的话，今晚就对影成三人了。魏胖子，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出口成诗吗？哦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是喜欢写小说的。啊？对呀，我写了好几部小说了。但不知为何都不受欢迎，反而顺手编的小诗却大受追捧啊。从此以后，我相信后人都不太喜欢读那么多文字了，所以我努力地创作我的小诗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啊？正所谓创作无极限，无穷无尽，天马行空，只要用心创作，一样可以有好的作品。我可以写小说，也可以写小诗，翻来覆去都是写一种题材，自己写不腻，人家也会看腻的嘛。好大爷呀！我去上厕所了。大爷，喂，我去上厕所。这小手又……我去上厕所。喂，我陪你去，我陪你去啦！走。我去上厕所。我陪你去。其实，我很想知道，像你这么大，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你好坏呀！哎呦，你这么久时间没来看我了，真是的。嗯。逼宝，不打！我又成功了！又是你！别跑！跑哪儿去了？刘德华。下次来一定要找我。肯定。是史可欣。怎么摆这样的 pose 啊？谢公子。叫我二蛋就可以了。没想到史兄也喜欢光顾青楼妓院啊。别误会，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啊？你知道我在这儿？青楼妓院这种地方，我从来都不来的。这里是贵了点。不过我晓得哪里有便宜的地方。史可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你猜猜我是谁？哟，大爷，好坏，有巧了。好了，别摸了。郡主，你大哥正在隔壁计划杀你二哥呢。上次那个人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剑，咔咔咔就死掉了。这件事儿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回大人，我武功绝对在他之上，没有问题。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。来，你不问我为何要杀掉我弟弟？小人不敢多问。我偏要告诉你，钱和女人，有哪个男人会嫌多呢？我这个弟弟又比我高大，又比我帅，什么都被他给抢走了。现在连世子我父王都要传给他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他？我这个弟弟不简单的，所以你要尽快把他干掉。至于他身边那个姓谢的，如果你顺便又不另收费，也把他干掉吧。遵命。你们两个说什么呀？有人啊！我。
石某与你素未结怨，为何要苦苦相逼？对不起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你们是为了我打架吗？啊，不要啊！你呀，还有你，一个一个慢慢来。我很喜欢你的。去！哎呦，啊，他推我，我还是喜欢你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害怕，有我保护你。我不怕，我只是很痛。啊，你受伤了？是你踩到我的脚了。哎，对不起。哇，正点啊！别这样看人家嘛！你不看我，我就不看你了。那你就继续看吧。有点不对。比宝，比宝，又是他？是我。谁呀？看来这次我又躲不过了。我打！哎，你又打我，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谁打你了？你弟弟啊，你看他又不见了。嗯？啊？流星雨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懂了，流星雨就是奇迹。哇，真的好浪漫呐！啊？你们看什么？你怎么这个时候出现呢？你跟你弟一样讨厌。我打不过，所以跑了。杨傲呢？追来了。跑吧。还以为你是高手。我没说我。追来了，你们信不信我？信信。捡个数字而已。我回来了，我终于回来了，我的2012年。谢公子，我们到了哪里啊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听我说，你们两个冷静一点，千万不要紧张，这就是你们的未来，2012年。我真的去了未来。我到了2012年，我到了2012年。我失礼了。失礼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走了两天，回来还早了一分钟？我就这么一出车。老大，古装人。哎。哎，看见我跑什么？没跑，我们路过而已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喂，你做什么？嗯，你干嘛欺负他？这么不进腿啊？啊？这女的好漂亮啊！美女。放手。
干嘛呀？你们说，我才不敢了。知道被人欺负的感觉吗？知道被人打压的感觉吗？你把抢我的东西还给我！我抢你什么了？你还敢说没有？啊，还敢说没有？嘴那么硬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我的。对了，早回来一分钟，他还没抢我呢。我的。你呢你？下次不许抢人家东西，看着我滚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走，给我留点路费吧。真是麻烦。那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坐，拜托了。各位啊，不好意思，其实他们两位都是古装电视剧的演员，你们回家看电视都看得到啊，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看我们，我们已经很尴尬了。拍什么戏啊？《仙剑大战一枝梅》。切！喂。来，请进吧。哎，别怕，别怕，请进。请进，忘了开灯了。没事没事，点灯点灯，现代科技啊。来，请请。这里呢就是寒舍了，虽然地方不是很大，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将就一下的。谢公子，你们家也太穷了吧，我们范阳王府养猪的猪圈都比这里大好几倍呢。猪。哎，林芝，恩公出手救了我们兄妹二人，已经是大恩大德了，我们不能再提过分的要求了，懂吗？嗯，师兄，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不愧是我的偶像啊。小二，来只羊腿和二斤白酒。收工了。收工？那好吧，准备一间客房，在下今天在此过夜。都说收工了，干嘛那么入戏啊？导演都说收工了。哎，所有人都起来了啊，这收工了，快快快，快起来！哎，快起来！赶紧走啊，快点！愣着干什么？上车找个座，待会儿上车没座了。快快快！拿着东西，赶紧！哎呀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走！啊，快点！都上车了啊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赶紧上车，一会儿没座。走吧，别看了，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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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兄啊，待会儿呢，你在这边睡。地方不大，将就一下，可以吧？啊。这个女的是谁呀？哦，这是我姐姐。那这个女的呢？这个你不用管吧？我要管。哦，是贱人。贱人？不过是健康的贱，仁义的仁。哦，这名字有趣，有趣吧？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啊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干嘛呢？这是玩行为艺术半天了啊？可能是吧。哎，你去跟他拍个照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照相的，走。哎哎，妈。京城第一刀客杨偶，来者何人？不会吧，你神经病啊！咱们神经病啊！
先生，你要点餐吗？我要这个。哦，那是我们的招牌菜。多少银两？50。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不收银子，请问有人民币吗？人民币？在下没有。那就不能为您点餐了。敢问姑娘，哪里可以获取人民币？啊。对面街有个提款机，那里可以提取人民币，再来点餐吧。提款机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你大爷的，你真没出息！你大爷的，你都办不好，还得我每次给你摆平。你大爷的，还得让我给你善后！你大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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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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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郡主的背影，永远都是那么美丽呀、啊。谢公子，你起来了。嗯，怎么是你啊？当然是我，不然还有谁啊？大清早你梳什么鬼头啊？啊，你们古代人都不剪头发的吗？哎，有问题吗？郡主啊，哇，变这么干净啊！还是这个好。步伐乱了吗？不乱不乱。那为什么我没有获取人民币？那机器坏了，车上有。嗯，那上面有烤羊腿吗？我饿了。有，上车就有。谢了。大侠客气了，请。郡主。哎，你起床啦？你在干嘛？我想做早饭给你吃，可是这两块石头怎么都打不出火来。大石？对啊，不打出火来怎么做饭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些草，就是烧火的干草，都在哪儿啊？你身为郡主，又替我整理房间，又替我做早饭的，我二蛋何德何能呢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也是。
公子你严重了，咱们住在你这里，当然不能白吃白喝的，这是公子交在下的。你记性还真好。这样吧，等会吃完早饭之后呢，我带你们上街买点东西吧，否则你们这样装扮的，人家不知道还以为在玩什么 cosplay 啊。啊？啊 ？cosplay 是干嘛的？这个是介绍楼层的，那那个呢？这个也是啊，都不一样的。还有那个呢？那个你是哪一个？这楼梯真神奇，真神奇，是吧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呢叫做商场，你要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这里都可以买得到。这些全部都是女装吗？是啊，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。哇！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！看到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。林芝，有看到什么东西？所有漂亮的衣服我都要买下来。那这里有卖男人的衣服吗？我这衣服挺别扭啊。在那儿。那我要把所有好看的衣服都买下来。我总觉得裤裆有点紧啊。哎呀，习惯就好了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塑料袋。哎，那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照相机，照相用的。哇，这些首饰都好漂亮呢。郡主，这些你千万别看，这些都是平民用的，都是便宜货。你身为郡主，这些东西配不上你的。可是真的很好看啊。郡主，好看没用，主要这些东西啊，配不上你这么高贵的气质啊，知道吗？哎，看点别的，看点别的，嗯。哦，谢兄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叫火车，火车经过的话我们都得让开，否则的话会被撞死的。哦，这我明白，可是我不明白为何那女孩会哭得那么伤心啊。嗯，哎呀，不要了不要了，那都快死了，那不救了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妈妈再给你买一个啊。那个小狗那么可爱，怎么没有人去救它呢？这个小狗可爱归可爱啊，不过太危险了。我知道你想，郡主呢？在那儿。谢谢姐姐。郡主，吓死我了。哎呀，乖，不害怕了啊。嗯，哎呦，没事的。好多人拍照，我们赶紧走。走，再见，二蛋。我是青蛙，我是青蛙，我是青蛙。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不是会武功啊？你高姓大名啊？我乃京城第一刀客杨傲。在下武当派的张三丰。张三丰？咏春，叶问。叶问是谁？叶问就是宇宙最强，一个打十个。
不是啊，今天轮到我一个打十个的。不行，今天我打，我带你打。打打打！今天我打。我是叶问，我保护你们。石可敬，什么暗器？果然厉害。对了，师兄，在你们那个年代，好像还没有看过世界地图啊。世界地图？对啊，你看呢、啊？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呢，就是中国，其他地方啊都是外国。外国？原来世界这么大，除了中国之外，还有这么大的疆域啊！哦，对了，二大兄，这东西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铜壶地漏啊？哇，你太有慧根了！这个东西呢，在我们这个年代叫做时钟，也是跟你们一样是用来看时间的。哦，那这个是什么水果？哎，这不是什么水果，这叫土豆，在你们那个年代呢是没有的。这个土豆呢是用来发电的，这个电呢，它是一种能量。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电的话，那就跟你们古代一样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电呢必须要运用得当，否则啊会死人的，死人明白吗？这东西太厉害了。嗯，好好琢磨吧。嗯，要吗？啊，够了。嗯，是我呀，我是灵芝。你弄成这样干嘛？我在看那些杂志，你看，这是他们化妆啊。难道你不觉得很漂亮吗？漂亮是漂亮，只是有一点雷人，雷得有点 hold 不住啊。hold 不住？ hold 不住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嘛，我花了两个时辰化的妆呢，难道你不喜欢吗？喜欢啊，喜欢就好。那我以后啊，每天都化这样的妆出门，好不好？最好不要吧。嗯，王兄，王兄怎么在这儿啊？当时起码有几十个路人可以见证这件事，当初不少人还以为是拍戏，真有意思。哎，旁边那个是我，那个是我啊。有些网友更说道，他们是现代的神雕侠侣，可惜那天那个妆没有今天的好看啊。不，那个好。过一下，过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二蛋是我。你怎么带这么多记者过来呀？不是我带的，我是来找你谈生意的。我怎么会带记者来呀？谈生意？哇！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灵芝郡主，这位是石可敬。这位是石可敬，石大侠。想必你就是贱人了。贱人你好。贱人？他们为什么叫我贱人？你是啊？不，你我过来干什么呀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说来话长啊，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生意啊？啊，你也知道啊，你的那两位神秘朋友现在可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，网络上啊，电视上啊，哪儿哪儿都是他们的视频，点击率已经超过千万了。
我想请他们为我们公司拍摄一支广告，以后还会帮他们代理演艺事业。不行。放心，我不会独吞这块大蛋糕的。七三分怎么样？七什么三呢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好不好？那你想多少？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哎，怎么又停电了？哎呀，算了，我又忘了拿电费单去给姐姐缴了。你看，你现在都断水断电了，还不让我帮你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利用他们来赚钱。那四六怎么样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不是钱的。五五。虽然不知道建姑娘要我们做些什么，但只要能够帮到谢兄弟，我倒可一试。我也愿意，不过我要声明，我是为了我们家公子，不是为了你。哼。就这么说定了。累不累啊？很轻松。像你这样的人才当大明星都委屈你了。你的舞台应该更大更广阔，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。实在不应该在这里做一个戏子。哎，姑娘。嗯，这要怎么翻面啊？啊，谢谢。在干嘛呢？脸色这么难看干嘛？怎么了哥？我刚才翻阅了唐史，看到有关我们史家的部分。我们家历史怎么了？王兄史可言威逼父王交出王位，之后起兵造反，意图推翻当朝皇帝，自立为王。啊，那父王没事吧？快给我看看。皇上为平叛乱，叫我们史家满门抄斩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因为我把你们带到现代来了，因此改变了历史？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这一切成真，我要回去阻止他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不，这太危险了。二大兄，你以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，我不能再让你冒险。师兄，这一次除了你的事情之外，我还有我的事要办。嗯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又捡梳子来？不是，我捡发胶啊。发胶。好。没想到杨傲也去了未来，那他人呢？哎呀，先别管那么多，找到你哥再说。放肆！你这成何体统？
父王，你是不是决定要把王位传给二弟？你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不就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？那孩儿就得罪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叫你不可以把王位传给他，不可以传给他，你就是不听。哼，我应该更早的把王位传出去。不行，你不可以把王位传给他，不可以传给他。我多给你一次机会，改呀，把王位传给我。你畜生不如。父王，别动啊你，退后！我真的杀了他。为什么你还没死？我不是找人去杀你了吗？只怪你所图非人。别过来，把剑收下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他。收，把王位交还给我。哥，那是父王啊。你们不明白的，这王位不能传给他。父王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不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呀？可言，可言，父王，可言。又是你，你要打就打吧。我不打了。当初是我执意要石可进除掉你大哥的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对还是错。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。也许吧。二将兄，谢谢你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你要回去了吗？其实这次除了你的事情之外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办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哎，不要钱不要钱，哎，都有啊，哎，你的你的。哇哇，哎，好吧，我同意把郡主许配给你。耶！为许一饮三百杯，臣父子丹丘手，强尽酒备马蹄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
今天啊，是一对新人大婚的日子，希望大家对这对新人送上无限的祝福。那杨志昂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林芝郡主为妻，将来富贵贫贱生死与共，直到永远？哇，那也太惨了吧！闭嘴啊，死胖子！我打昏你不能说你好话吗？啊，我。我愿意。嗯，啊，那林芝郡主，那你是否愿意嫁给杨志昂先生为妻？将来无论富贵贫贱，生死与共，直到永远。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？你闭嘴啊！啊，我愿意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你们俩已结成夫妇。哎，我们喝。你们真的不跟大家道别？我怕会舍不得离开呀。哥，一定要好好照顾爹，还有弟弟。我知道，你已经嫁作人妇了，以后就要好好生活，别担心我们，知道吗？二丹兄，今日一别，师母深感愧疚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你我情同手足，何必说这些呢？更何况你是我的偶像。也不知道这东西还能坚持多久。好了，天都快亮了，你们该走了。走吧。哥，那我们走了。保重。保重。走吧。他们走了。没错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安琪小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没事，我们下车看看吧。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都没人？会这样？我们先找到我们家再说吧。嗯，走。我的电脑。家怎么都变了？电脑呢？
你在找什么？历史书。怎么回事？史可敬杀了亲兄之后，再手刃自己的父亲范阳王，之后利用神秘武器谋朝篡位，推翻唐氏，自立为王。之后他四处征战，扩张疆土，鼎盛时期控制了欧亚大半领土，导致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其造成的破坏影响后世长达数百年之久。原来世界这么大。这个土豆呢是用来发电的，必须要运用得当，否则会死人的。没想到喜兄。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我不相信王兄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？想不到当初救他一命竟然造就了一个大魔头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先别责怪自己了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玉佩。对，玉佩。玉佩。怎么在这个时候碎掉？怎么办？我们回不去阻止他了。那千千万万人的性命都要因我而失去了。杨傲，你们两个终于回来了。如果是要来杀石可进的话，来不及了，他已经回唐朝了。看来我的等待是对的。石可进这个人向来城府颇深，大王子早就看穿了他的野心，派我来铲除他。可你们两个却几次三番出手相救，现在后悔莫及了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是这样的结果。我现在也不能回去改变历史了。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玉佩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来不及了，回去再说吧。好，既然已经知道他的阴谋，我们就有备而战。我自己闯的祸，就让我自己来解决吧。出发吧。郡主呢？别问那么多，走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就凭他就能锁住我吗？哼，你说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？我连我自己的性命都顾不了，难道我要你和我一起冒这个险吗？冒险我不怕，我功夫比你好，我要保护你。是，你功夫是比我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趟去有可能会送死的，难道你要和我一起送这个死吗？那你认为如果没有你，我会过得很好，会过得很开心吗？其实，你们家相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闭嘴，这是我的家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去那儿坐着。好的。一个人，明知道有危险，却不怕冒险，甘愿牺牲，承担。坚持到底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英雄，这才是值得我灵芝去爱的人，你明白吗？你答应过我，不会丢下我的。老婆。老公。对不起。没事儿。青哥，我怎么跳啊？你王兄会不会猜到我们回来了？我不可以丢下你不管。我们不可以两个人都没抓，你快走，否则我真的没救了。那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的，老公。小心点。咱们只有一个，快，快去找。是，去那边，快去找，速跑。
如果元朝没有电，也可以打到欧洲。那么不需要多久，我们就可以发现新大陆了，是吧，安琪小姐？到时候我要在罗马结婚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等我征服了天下，所有国土都是我的，你想去哪儿都可以。土豆发电，有趣。这叫土豆，这个土豆呢是用来发电的。我们回来了，二蛋兄，谢谢你。放下你手上的东西，明智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哥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我有错吗？我不过想扩大我们的版图，做一个史上最伟大的皇帝。你不是说过我有才吗？你现在为何不相信我？成为最伟大的皇帝，要的是仁爱，不是征服。不要跟他废话那么多了，他已经疯了。马上放弃你手上的东西，要不然我就把他电死。老婆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邂逅的时候，你是这样接着我。现在是打仗，肉麻不是这个时候，拜托。I'm sorry。老婆，我们要这个，要这个酒店了。好，快！能量会不会越来越大呀？相信我，一个人承受电压的能力是有限度的。你们把电压加大，他的身体负荷不了，只会爆炸。好吧。
没事了，扶他起来。快走，快走，想跑！快走啊！不是要阻止我吗？快走！说过了，我自己闯的祸，我要自己解决。果然是厉害的安琪。原来欲望还有权力，真的可以让一个人丧失理智。如果这世上每个人都没有欲望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和平多了。还是简简单单的生活最好了，有什么比安居乐业更重要的呢？老公，等回到现代之后，我们一定不要重蹈覆辙，好吗？嗯。哦，对，梁大侠，之前呢，真的不知道你是好人，那样子太像反派了。反派是有样子的吗？还说人家呢，你哪像正派啊？也是啦。啊，对了，忘了问你，那块玉佩到底怎么来的？其实这不是玉佩。那天晚上我听到一声巨响，就看到这块大石从天而降。我见其晶莹剔透，就凿了一块做了这个玉佩。那天晚上追杀石可进的时候，我见你将玉佩向空中一抛，就在湖中造了一个大洞，我就照你样子做了，没想到就来到未来。哦，难怪我会回到这个时代啊，原来它来自此时啊。其实夫人还做了好几块，手工更为精致，你要喜欢的话多送你几个留作纪念吧。真不好意思啊。夫人，姐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为何叫我姐姐？又是些欠费的单。夫人的确跟二蛋的姐姐一模一样啊。杨傲，原来你是我祖先啊。祖先？这么说，我是你爷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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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爷爷。那未来有没有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啊？其实你仔细一看呢，你跟那个甄子丹挺像的，他跟你一样功夫很强。甄子丹？哎，说了你也不认识。哦。哎，不过祖先呢，说实在话，你应该留给后辈些什么真金白银的，你留一个连玉都不是的什么破石头，这也说不过去的嘛。哼，我一个捕快，哪来那些玩意儿？哦，对了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这个拿去做纪念吧。
后辈杨志昂，多谢祖先赏赐。哎呀，太白兄、可贵兄，这个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可是不需要这么劳师动众吧？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来送你的。我们常常听你说未来是种种奇妙，我们也很想去见识一番。尤其是那个婚前，闭嘴！碰巧百姓们也有这个想法，是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大家这边请。来来，大家这边请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这边，这边啊。慢慢来啊，不要急。来，这边，这边。不要着急，来，慢慢来，不用急啊。不用急。啊，不着急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啊，走路。别跑啊！带着我。喂，别跑啊！你们再跑啊！不要跑啊！别跑！快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带着我！再见了，唐朝的朋友们。老婆，切菜啊！对啊，看你那么辛苦，多炒几个菜给你吃喽。还不是因为你，我才搞那么辛苦啊！讨厌！你拿什么切菜啊？就这个刀啊！这是杨傲留给我的传家之宝，拿来切菜。我看它好用，就用它来切喽。这不是什么好不好用的问题吗？这是杨傲祖先留给我的，这是古董和值钱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就一把刀吗？值什么钱？哎呀！谁呀？快点开门啊！哦，谁呀？你哪位啊？我有急事找你。什么急事啊？这么晚了？我是2033年的你。你是未来的我？对，你现在必须马上到2013年。到了那边之后，有人会来接你。到时候，你就把这个晶片交给他。你要记住，这件事情有关于你跟郡主的生死，更有关于整个世界的安危，明白吗？可是我都没有玉佩了，我怎么到未来啊？哼，这你不用担心，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。哦。
今朝醉，身份旧友拉住埋堆埋醉嘅派对，一杯接住一杯，一杯接住一杯饮醉，六十度好似饮水，有开心亦有伤心，饮酒饮得多亦会伤身，将进酒系李白嘅方针，喜怒哀乐一言难尽，无谓去讨论，攞起支酒一饮而尽，终不沾于不足归，不足归，但愿长醉不愿醒，不愿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皆寂寞，唯有饮鸩留啼鸣。春望一世雁凭月，斗酒诗笺自画雪。主人何为言少闲，今夕故去对君酌。不怕马前进秋，将出换美酒，与儿同笑，与儿同笑，与儿同笑万古愁。喝，喝下这一杯，今天不醉不归，释放所有疲惫，那些琐碎的滋味泡在酒精麻醉。Yeah， 再来干一杯，朋友聚在一起喝酒谈天说地，有钱的没钱的快乐日子要珍惜，不用李白将进酒上万古愁，干杯醉了无烦忧。人生可以须尽快，不是金樽空对月，天上我才没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同样摘牛却为乐，为须一不怕马前进秋，不问江湖话。